以下会介绍一下 W500 的后台。左手边这个是 lock out 的按钮，当登出的时候使用的。右手边，如果你想新增分类名称，就是按这个 add 键。如果有一个分类页面你需要修改的话，在这里选择 Edit 就可以了。